international, international. Oh.这场大 party 已经快到尾声了，这样的 party 这是我一直的梦想。我从第二场演唱会的时候，我就想去做这样的一个 party， 像这样一个形式的一个演唱会。现在这样的场地很多的，也有很多的限制。那我所有的舞台有三分之二是舞台，所以这次很遗憾。遗憾什么？如果要有30,000人的这样形式的一个演唱会，我觉得当天晚上大家会燥起来。所以这次办的演唱会真的很不容易，我觉得在中国也是头一次。在这我很谢谢我团队，谢谢我所有团队为了去支持我的梦想去把这实现啊。没人说好事，我在说别的问题。所以这次的演唱会我很感谢迷咕音乐有限公司，因为他完全的支持我去做这样的一个演唱会。同时呢谢谢迷咕，同时呢迷咕音乐也是10周年，所以跟他有这样的一个合作也实现我的愿望，我们共同又过了一次生日。谢谢迷咕，谢谢迷咕音乐。因为这次确实有很多的限制，有很多的一些歌迷想进来就进不来啊，听不见吗？听不见我说话吗？先生，我实在听不见你们说话。刚才我要说什么了，你就一下给我打断了。我说什么来了？
对，今年这一个十年，我还期待下一个十年，啊，再来一场啊，再来一场是吗？我的同事一直在阻止我，我说我还想开一场，而且我的同事呢说你别了，因为这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，今天能做到这个地步，大家能站在这儿非常非常的难，所以我希望真的如果有机会的话还会去做，对，你们是第一个来感觉到中国第一个这样的一个演唱会。好 OK， 还有一首歌叫什么歌吗？匹夫之勇。音乐总监崔林。
我们的编曲总监万佳明。鼓手黄慧。鼓手 Alex。